包包非常非常的经典呢，我跟大家讲，可以侧背，可以腋下背。那如果你平常喜欢背长背也可以，反正有两个背带给大家。这个扣头很漂亮，它是做吸铁式的。然后呢，更经典的是有拉链，所以比较不怕你的东西不见。然后空间感的话，毕竟它的这个是扁包，所以你不要放太多太多啦，小手机可以，大手机还是放不进去。再来，我爱的是它的颜色，它很像牛仔，但它不是牛仔布，它是皮革的，所以呢非常好清洗哦，就是你还可以用酒精擦。或者是就是科技海绵都可以擦，橡皮擦也都可以擦，我觉得很好处理。长背带有两种背法，一个是这样，那像妞儿有时候就是快速我要拿东西，我都把它背侧背，也非常的经典哦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个都是可以自己去扣环，那我觉得灰色也非常好搭，就是比较微率性的感觉。里面啊基本上卡夹然后口红什么都放得下，它是那一种就是很好清洗，有点微小防泼水的皮革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。